我要告诉他我的心意，说我喜欢他。他答应和你交往吗？徐海怡，你不准你欠我一个道歉吗？爱情事业两得意，不给你点惊喜怎么行？我最希望你能马上死在这里，不要再缠着西伟。你不道歉，我会让你走的。嘿，三立的会台30频道，每周六晚上10点，回到爱以前。